火气上来了啊！火气上来了，这火气一下给就我上一来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啊，卡利，你说我抠一下往后拉，不行了，滑了，抠一下往后拉，滑了，平呗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有点吓人呐。谁跟我说这阿卡丽带征服者的呀？那瑞文像个鬼一样。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我就说迅捷步伐吧。你不是说以后再也不玩阿卡丽了？我看人家武器大师，我没想到这武器大师跑去打野去了。这对大家都好。我学个艺吧。我抠你一下。我再抠一下，来。他们别想阻止我，当然他们可以想想。什么打野？武器大师？我去插个眼儿。别急啊，这波抠一下，拉一下，哎一下，一下，放烟儿，一回来点连接个抠，死了。再把阿卡丽要超神，下一个是谁？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这就叫补刀，回家了。别管均衡了，这是一场恩怨的清算。嗯，先出个护臂吧。好的，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还 W 直接280是真的吗？是啊，直接280。我以前也是回复80点能量，要改版了啊，卡利。暗影之泉是我的母亲。我发现那个设计师是真喜欢这阿卡利呀、啊，一顿改呀、啊，抽一下，拉一下。第一次出手，换一条性命，干脆利落。抽一下，拿出真本事来！你不补刀，我不抠你。随便你，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来，直接一抠。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我接大师搁下路呢啊，这波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我直接一抠，耗他一波小血。这人是真有点猥琐呀！我一看呢，怎么能杀得了？这波是一个问题，兄弟们。抠一下拉回来，
A E， 一回来阿总 W 点烟 Q 一下，穿出来，别急。这小兵有点吓人。他的 E 好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刚刚好，我想一 Q 直接把他打死，以后直接一手闪现让防御塔反应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失败了，失败了。我的杀戮不重要，失败了这波。薛薇还是有点着急了，还是急了，又着急了。不过还行，我们家波比比较的顺当，一塔已经拿没了，小问题吧，小问题。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只不过这个瑞文呢比较的猥琐，我薛薇是有点急了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回见。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再见呀！只有一个规矩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！我发现这阿卡丽啊，还是不太适合我们。哎呀，还是有点问题，这操作呀，啊，这操作确实还是有点问题。太菜了，确实是有点菜啊。怎么回事呢？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他有点猥琐，他一猥琐吧，我就找不着机会杀他，一找不着机会杀他吧，就有点着急，一着急呢，这操作呢就会出现点问题，一出现点问题呢，这小子啊，就用他的猥琐把我们打败了，每回都是，每回玩的阿卡丽呀，这对面的都贼鸡巴神，打一半就不打了，也不耗血。这英雄我还不知道怎么越塔杀人。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难呐。只疼一会儿。杀心太重。这波没有查克拉呀，啊，迅猛勇士命，得按我的方式来，迅猛而且致命。没事，这波我秀他，我用我的银哥担保，这波我要秀他。
他妈前面有两个小兵，确实是很烦人啊。人身上有300多个穴位，护不住。快点来，锅比，我打死他。漂亮！躺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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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，然后发誓再也不玩阿卡丽，拉倒了。玩不了了，因为太难玩了。这属于我永远的痛。这么多的敌人，这么多的刀。我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呀，怎么就玩不好呢？辣，漂亮，波比。你最好是真的可怕。完了吧，还抠兵都老剩一滴血，每个兵后排兵都剩一滴血，玩的贼膈应。好的，我搞定。为什么这个一技能能没中呢？很奇怪啊。拉回来，闪现，一走，一回来点烟，拿下，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回家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的关系可大了。那鳄鱼不是我们勾引的吗？我法穿海，规矩是阻碍，谁定的规矩谁去守吧。2:30，给我拿个蓝 buff。 你这英雄打个蓝都这么费劲，玩你玩个屁。努力跟上我，没有人帮我打蓝，我打一辈子。小秀啊，小秀，哎，小秀，小秀，目标出现，别清楚，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技能吸力好长哦，阿卡丽确实应该加强一下，我发现真的确实应该加强一下。一个 AP 英雄还是个近战，关键你知道吧，还是个近战。小秀没遇到，没打着，太加强，确实应该加强一下。阿卡丽还不加强，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那都第5梯队了，还不加强？
再见，小秀。看，小秀。推推推推推！快快快快快，赶紧下一把，受不了了，这阿卡丽太鸡巴菜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我是菜逼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不配直播。